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灵修，做做祈祷，无灰心，祈祷无灰心。以赛亚书30:18，耶和华必然等候，必施恩予恁，必然兴起，好怜悯恁，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上帝，凡等候伊的，拢是有福的。有一个找宝的人，精疲力尽地坐伫咧高大的河顶，伊对伊的同伴讲：“你看，我已经捡了99,999块石头了，却找无到一块宝石。我看放弃吧。”同伴开玩笑的回答：“你最好搁捡加一块，到正100,000。”找宝的人野先的看着目睭，随手的伫一堆石头中捡起一块石头来，讲：“这就是最后一块啦。”当伊拿起一块石头，伊觉得一块石头比一般的较重。安尼，伊拆开目睭一个看，惊吓的大叫，因为伊手中拿的正是一块宝石。弟兄姊妹，主勉励咱，总要毋通灰心的祈祷，继续将心中的难处甲重担交托予主，搁较侪坚持一下。咱三甲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施恩怜悯阮，让阮在你的那边享受到温福和保障，有你赐予阮的平安喜乐，就是拄到困难灾害惊吓不安，阮也随时会通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祈祷祈求，因着你予阮的应允，阮便信心忍耐等候，必得到你赐福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